现在除了吃西瓜正是时候，笋子也是当季的美味。宝岛小偷偷，我们就来看看笋子的手语，南部跟北部有什么不同的笔法。笋子的南部笔法是模仿笋子往上生长的样子。笋子，笋子。南部笋子这个手语是模仿笋子壳一层一层往上长的样子，而北部的手语呢，则是会先比出竹子，再加上笋子的形状，竹笋，这样您都看清楚了吗？